双胞胎，收拾一下残局。好，别动，老实点。哎哎，三辈儿，不是，哎，默契啊，嗯，那是你小子运气，碰上你胖友这么聪明。起来吧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天真的。 二晶把他控制了，啊，二晶是奸细，你也知道二晶是奸细了，你们也知道了。二晶这次一下来，我就听到他有问题，我本来想告诉吴邪的，可是他看的实在太紧了，我根本没办法。偶像也是被他害了，不过还好他没受伤，他只是掉到下一层了。那小三爷知道不知道？ 这个我也吃不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